说明一下，就是说在那个 friend 里面哦，你们还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说这边还有一个方法哈，这个有个方法叫做什么呢？比如这边我们啊，frm 点，另外有一个叫做 set 什么呢？set bounce 哈，b 有没有 set bounce？那这个方法哦，下面这边有一个，然后你会发现呢，哎，set bounce 这个方法哎，很特别，为什么？我们刚刚是 set size 跟 set location 哈，这个是宽度、高度，然后 x 轴跟 y 轴，有没有？你会发现，哎，set bounce 呢，它实际上哦，你其实有的时候呢，这两个哈，实际上一个就搞定了，因为它 x、y 就在这里嘛，宽度跟高度就在这里。所以，如果你今天呢，哈，懒得记那么多的话，你其实你就记一个什么，set bounce，等于它等于就是 set size 跟那个，等于是 set size 跟 location 的两个通通都被包括在里面的。那使用的方式就是你给它 x 轴，比如说我今天 x 轴的话呢，我给它100，好不好？然后 y 轴给它100，然后高度。高度的话给它，宽度给它200，高度的话呢给它150。那上面这两个其实就可以不需要了哈。那这边这两个我们就把它，把它注解掉。好，那这样的结果呢，其实就等同跟刚刚一模一样，好，跟刚刚一模一样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顺便补充，也就是说，在那个方法里面蛮多的哈。那其他相关的建议，你们其实可以在这个说明里面点下去。点下去之后呢，实际上啊，这边会有出现的 set bounce 哈等等的说明，甚至你可以给它一个范围也可以哈。那其他相关的你会发现都在这里啦。刚刚所提到的有没有？所以你要对这个 class 哦有了解的话，有没有？这边通通都有 Windows 本身里面所有的，它甚至这边都有说明，坐标环境啊，或者是实体的这整个视窗的说明啊。但是对你们来说可能有一个障碍哈，就是它都是中英文的哈，它没有中文的，所以这个地方当然你要必须要做一些克服啦。习惯之后其实就觉得没什么，因为大部分呢它有一个共通，然后前面会有个说明，说明完之后它 return 回来是什么东西，它会跟你讲 since 的意思就是说版本，有没有1.6？那就是说我们如果考试的时候是1.4，你如果说环境只有1.4，就像小平考试的时候，会注意到1.4，那这个方法 get icon image 这个方法就不能用在1.4底下。如果用的话呢，就会跟你讲说 error，他不知道有这个东西。好，那 CL 手段你可以去看相关的。如果说今天这个不能用在那个1.4里面，是不是有其他的方法？那你就要去想，get icon 是不是有什么别的方式可以取代，也可以得到我要的结果？当然也是可以，只是说用什么方式来做了哈。其他像这些也都是 set icon image 啊，这个应该后面加的，就是图档的部分等等的。不过这部分的话，我想你们再试试看哦，就是把刚刚两个哈，就是两个方法，把它直接用一个 set bounce，其实就可以把它解决，好吧？画面还给各位一下哈。